正前方是中正大学。现在在南华路口这边跳，远眺中正大学，嘉义县的民雄的中正大学。从慈济医院 往南华路途中呢，在远处也可以看到中正大学的全景，就像一座山城。傍晚的时候也有景观的美景。外面风很大，啊，浪很明显。这里是嘉义民雄乡，这个南华路口。现在正前方是中正大学。南华路可以到南华大学，是最近一两年才开的，还通车的。南华路，然后接大明路，可以到慈济医院，然后再到大林火车站，再到中山高速公路。中正大学建筑艺术。念中正大学中文系博士班要考入学考，要考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思想史，还有文学评论等等。类似金字塔形的建筑，建筑艺术之美。这建筑景观很美。是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。路口那边有那个风车啦、船啦、飞机啦，建筑艺术，那个装置艺术。